吴汉此番远嫁于相雄，是为了传扬我大唐之文化，而以我大唐之风，一女不可是二夫。可吴汉方才得知，按照相雄国的传统，吴建要同时嫁于五个人。虽心中惶恐，但吴汉知道自己身负和亲之使命，不该拒绝。可是又唯恐身在大唐的皇上要是知晓了此事， 会怪罪臣女失了礼数，所以故而恳请大王，让吴汉书信一封送回大唐，好寻求解决之法。简信使送一封书信回海棠倒是无妨，只是前去和亲的使臣定然已同你们皇帝讲明了此事，而且嫁妆都给你准备了 我想，应该是不会弄错才是哦。五个驸马，什么跟什么？ 郡主，会不会是哪儿搞错了？绝对不是搞错了，就是被那个狗皇帝给坑了。那这封信还记不记啊？记，当然要记。此信乃患病之机，好严重的样子啊！我算过了， 前相雄的差使送信到大唐，来回的脚程大概一年。兴许我能在一年之间想到些什么好法子。你当真不愿遵从我相雄的传统，嫁与我兄弟五人？大公子，嫁与你们五个人，我本是乐意至极的。只是我大唐民风淳朴，我又身为郡主，怕是认了自己的性子，皇帝会怪罪于我的母族，所以才不得不婉拒各位的好意。那既然如此，郡主就回海棠吧。哎，有道理。胡闹！ 我们相雄国的婚俗没有拜堂行礼的仪式，从郡主进昆府那刻开始，婚约便正式生效。啊，不过洞房之礼都是一样的。嗯，你们四个男的，我一个女的，能一样吗？五个，文盲，你也算呢。总之回去是断然不可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 你也是来和亲的，不若早点接受比较痛快。这么奇怪的传统，是要叫人如何接受啊？郡主可知我们相雄为何会有兄弟共妻的传统？诡异得很。老五，相雄国地处高原，土地贫瘠，且与海棠不同，相雄没有嫡庶之分，兄弟姐妹皆可平均继承家产。 所以，为了凝聚家族势力，避免财产外流，渐渐形成了兄弟共妻、姐妹同夫的婚姻传统。怎么会？你现在够清楚了吗？啊，清楚，倒是清楚了。只是这相雄与我大唐的文化实在相差甚远，我就怕我要是真嫁给你们五个人，皇上知道后 会兴师问罪的。反正呢，我已经写了封书信，将缘由交代清楚，就待差使送信到大堂，等皇帝阅过信件之后，自会有定夺。他同意了又如何？不同意，又如何？皇上若是同意了，我便入乡随俗，嫁与你们五个人；若是不同意，唉，那我们就待信使回来之后，我再从你们之中挑选一位作为夫君。
如何？我不同意。我觉得还行啊。那就按郡主说的办吧。我和他。但要约法三章。对外，你不可透露一年之约。你毕竟是来和亲的，不能让象雄的百姓知道了此事，不然，他们定会觉得你海棠气势凌人，瞧不起我象雄文化。故而为了两国和睦，请你守口如瓶，装作已经和我们五人和亲的样子，并扮演好昆府夫人的角色，可以做到吧？嗯。对内，你必须学会持家有道，管理好我们的家族。最重要的，是要对我们兄弟五人，你更得一碗水端平。一碗水端平。